便利店零食做成你吃不起的西餐。小蘭快叫人，表姑。表姑好，快还是小蘭乖，不像我家那小子每天都在写作业，都不出来玩的。我说小蘭，这是不行，那做饭可厉害了。对对，我是做饭，能吃吗？这种脾气，就给他做个正职，你看不出来的。热乎，然后来吃。好吃。表姑，你家那小孩会做饭吗？他呀，成绩特别好，会学习。哎呀，原来是个书呆子呀！当我去有钱人家做互惠生。小白、小严，选一下你们今年的上门体育课吧。啊？学体育还要专门的上门教练？体育很重要的，好吧？古代不就是上午古今史籍，下午胡服骑射？可是体育不就是玩吗？啊？我说错了吗？哎呀，没事，是因为体育竞技跟做事很像，要有赢的欲望，才有野心去付出努力。也让我们知道，努力不一定会成功，所以我们从小都要学习体育竞技的。好吧，原来跟我理解上的体育完全不一样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先选吧。这里多少钱啊？800一节，一周两节。800？那我选轮滑和高尔夫。78000？我今年选搏击和滑板。156000？有钱人家的教育也太花钱了吧。佳佳呢？啊？我吗？可是我没钱呢。互惠生是可以跟雇主家共享兴趣班的，不用你花钱了。谢谢阿姨。那我选搏击和轮滑吧。这样就不用多付一份钱，我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。好懂事呀。佳佳，江白那孩子就是直性子，人不坏的。哎呀，别跟他计较。不会不会，阿姨。那就好，他俩今年期末考就交给你了。江阿姨，一般互惠生都找外国人来家里，可以提供双语环境。您为什么找我呀？是因为和我妈妈关系好吗？家里已经有英国互惠生了，而且我看中的是你的学习能力啊。喂，离我个远点。啊？爱人博主被邀请参加抖音活动。听说抖音邀请很多网红来吧，今年四级我也来啦。妈妈说要在每个景点都打一个卡。他不让你画。看看南图汽车展区有什么好玩的吧。哇，这个座位还有按摩功能呢，还有通风加热带脚托，还有电动靠背功能。别拍了，走。在蓝这里要猜灯谜，这是蓝的时光兰花精华油，可以帮助皮肤减少胶原流失，打造充满滋润力与胶原饱满的健康皮肤状态。可以了。好了吧，还有礼品没送。今天领到好多礼品，想要的粉丝宝宝们可以评论区举个爪哦。当我是家族辈分最小的那个人。不行，这是我最喜欢的。哎呦哇！佳佳，这是二爷爷。啊？你爸爸又怎么了？这不是爷爷，磨啥呢？二爷爷？要真的，哎呦！你就不能吃一包再尝一包吗？哎呦，佳佳，你又干啥了呀？那是你奶奶。姨奶奶，姨奶奶想去跟他吃呗，老实点。其实我是人贩子，过年回来就是偷小孩去卖的。谁还不是个没长大的小孩啦？
年春晚已经替你演过了。啊，真跳科目三啊？这不是要被人笑话一辈子啊！这是。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尊敬的爷爷奶奶、叔叔阿姨、大家过年好！恭喜你发财，相依相亲迎上来，东升千里外，心思将你怀。心里种下一颗种子，哒啦滴哒啦。啊，你是啥歌都能唱啊！走，回家过年了。公主请上车。你都多大了，还公主？人家刚满十八岁。我喜欢网络小说，但是它不能出现在高度教材里。春晚同底。观众朋友们，我可想死你们了。小陈，我昨晚三点找你要的方案，怎么还没给我？家人们谁懂啊？往年我们一起包饺子，今年我们一起加班啦。唉，以前春晚出名梗，现在名梗叫春晚。话又说回来，今年大家总可以换换吧。我穿雪雨迷八三朵儿，还愁找不着女朋友？哎，这显眼包。哎，我还不如看千玺扛大炮呢。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。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导演又要挨骂喽！去有钱人家做互惠商。带人家买，今年的新年礼物上车，你们自己去买哦。妈呀，你们的新年礼物和我的好像不太一样啊！占比多少呀？说好的哦，期末比上次多少多少分，就买多少万的车作为新年礼物的哦。好吧。加钱上次是358，这次是467，91万，好多呀！说的是刀。刚才这次提高了67分呢，这是你的，这都不情不愿。佳佳，您家的学习环境很好，看来就有大进步，阿姨也送你一辆车。不行不行，这也太贵了。这个不贵的，跟你妈妈是闺蜜，也相当于是长辈送你的新年礼物。走，那你们去看一下佳佳的车。这个是智己 LS6。哇，是啊，这个车颜值高，走得特别好看。你还是未来这名座舱的布局，我都快热死了，这个呗。还有新年主题，好有氛围啊！可是先开那么多车，我一般不是很敢开耶。自己的智能驾驶做得超好的，最新推送的通勤模式先行版，它可以识别路口的红绿灯，自动启停。AI 补盲画面呢，会显示盲区有车或者行人，帮你规避盲区，主打的就是一个放心开，很智能吧？可是我刚拿到驾照，能开得好吧？这个是很好开的，你可以用一键 AI 代驾呀。像停车的时候，你可以点一键贴边。这个车呢，它会完全靠边停车，减少来回倒车的操作，停车很轻松的。它还有一键寻迹，一键脱困。当你停车遇到困难了，就可以让它帮你解决啊。哎，我还挺喜欢这个磁吸特产物的，它配合阅读灯和化妆镜，就可以做一个学习卷化妆去了。哇，真的好适合我哎！妈，阿姨过年礼物送了我一辆车哎。佳佳。还是不要了吧，妈妈也不知道回什么礼啊。你去江阿姨那里做护卫生，抱着也买不了一辆车。乖，咱们不要了哈。淑芬，这辆车是我给江阿姨买车的时候送的，不花钱。就这样啊，挂了挂了。买下来送车，还是自己 LS6？ 我有个高年级姐姐。你们。你们俩的行为我刚刚已经记录下来了，如果你们再敢欺负佳佳，这个视频马上就会出现在你们老师手里。对不起，我们这就把你传给你。姐，你可太厉害了。姐，再有人欺负你，你就来找我。走吧，我们去买辣条。姑姑，我没钱了。姐，我没钱了。那明天跟同学们一起吃吧。哇，好多零食啊，姐！啊，谢谢姐姐，好羡慕你啊，佳佳。姐，你今天是不是要表演节目？嗯，结束后我来接你。好。哇，这剑姐好好看呐！我的游戏机给你玩一个月。啊，你竟然都不肯借给我玩的耶！
你能不能把你姐联系方式给我？啊，